是油价最近几周是连续的在涨价，九五无铅冲破了35元大关。不过好消息呢，是受到国际油价走跌的影响，下周国内油价有机会下跌一角。如果预估降幅不变，那么下周一起，中油92、95、98无铅将会来到每公升33.5、35还有37元，超级柴油则是32.3元。